天，李佳琦在直播时开黄腔引起很多网友不满，特别是他当天的嘉宾是女嘉宾杨幂，更被杨幂粉丝是做对杨幂的骚扰。后来李佳琦就此事在微博发文道歉，他表示自己说了不合适不正确的话，深感懊悔，并强调我一定深刻反思，今后更加注意言行。不仅是李佳琦，演员郭涛近日也被爆出一些言行惹出争议。郭涛曾在父母爱情饰演江德福，还凭借这个角色登上了春晚舞台。在今年的热播剧《安家》中，郭涛饰演了阚先生，影视演技优秀，深受观众好评。作为演员，郭涛非常低调，他真正国民度提高是在《爸爸去哪儿》播出之后，郭涛和儿子石头才被观众们熟知。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时候，石头郭子睿才6岁，现在石头已经成为了一个13岁帅哥了。郭涛妻子李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，其实也有机会进入演艺圈，但是当时郭涛认为妻子的性格不适合娱乐圈，再加上郭涛经常忙于拍戏，总要有一个人照顾家庭，李然也就做起了全职太太。郭涛的新书《父亲的力量》里面有很多内容引起很多女性网友不适，因为郭涛是个传统的人，他觉得女人要贤良淑德。在书里郭涛也夸